感谢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日要甲大家人三个人分享信心、信任感。可能伫你的人生，你周边有真侪人，但是真正你会当信任的有几个？这世间有70亿的一个人口。到底你真正会当把你性命交予伊，你阁无后悔？迄个人伫倒？迄几个人不存在啊？你看这幅图，小朋友爸爸甲伊讲：“你来，你好。”这个小朋友。真正敢徛伫遐，怎安尼敢跳落去？小朋友对迄个要甲食的人，爱有信任啊无？爱有信任。即个问题是，小朋友若敢跳，迄个人若向走去要安怎？会啊袂？现在大学生都很爱做这种的运动，还有甚至可以在那里跳很多不一样的动作。记得一个人、两个人、三个人在人中感觉在翻跟斗，感觉在跳，在人在人墙的中人中感觉在跳，他敢在人中跳，是因为下面有一群人，他可以信任吗？是会当信任，但是每一年全世界这款的运动，我那三千几个意外，就是下骹的人接无好，这个跪落来，跪个脊椎、跪个头、骨头就出代志，可能一世人活动恢复。所以今天伫个训练，拢是伫训练信任人，然后比信任。有一个人，他妈的写字，啊，有一个女的，拿到一个苹果，请问你敢徛当遐，互人对写字写你头壳顶的苹果啊？无，敢会人遐笑？我想我嘛唔敢，我绝对唔敢，真的我唔敢。因为我拢会惊万一，我伫海边大汉，阮家己厝养鱼鳞啊，但是我即摆大汉哦，食到即个回来，我无啥敢落海水。但是当年我真爱去迄个垦丁遐、山溪东遐，四个规个拢放空的时候，当浮水，迄个我真爱。但是搁较深，我都无爱，我无爱。因为惊了，万一，这个只在爬山的人常常爱拄到一个这个，在迄、那个在真侪状况，你都爱把你的手，互人甲你牵，因为你会拄到一挂状况，因为真侪时阵你的性命，迄、那个人若甲你放弃，你就去啊，对不对？只个问题是。问题是你太知影，伊真正的用尽伊所有力甲你牵掉的，袂甲你放弃。人生，咱拢伫咧走济，走济迄个，你是我会当信任的人吗？因为进来兄弟姊妹，这世间70亿的人口，咱拢伫咧走济。少年人伫咧走济，差不多走济，讲倒一个是我会当娶的某，是我会当嫁的翁，然后我将我的一生交予伊。成功的较侪，还是失败的较侪？请问，伫婚姻的内面，不做的比较是较大多数。不准，因为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
即摆问题是，问题是，不管别人怎么样，我能够成为别人可以信赖的人吗？我不管别人怎么样，我绝对袂甲你出卖，我绝对袂害你，我绝对袂放弃你，我永远不会，而且我会尽我的生命去保护你。不管别人怎么样，我唔忙，我家己真侪迄款的人，我徛伫遐，身边唔知有啥物款的人会当跟我斗阵，我唔知，但至少我徛伫遐。迄、那个我，唔是干我人尔，迄、那个我包括每一个人，一九六，敢有可能？我想咱若要真侪一个上帝的囝，咱对这开始来想，因为你的主，你的上帝是。但是你信靠的，伊是信实的上帝，伊的子子毋茫拢会当互这世间所信任。真侪少年人，咱拢咧烦恼找无好头路，但是我要讲无困难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无困难，因为每一个行业拢需要专业的人，迄、那个专业的人，佫是你会当信任的人。所以，敢若，互你的囝，互咱的青年，会当成做是伊的人格上是一个互人会当信任的人，安尼就好啊。我一台车，我坐起车顶，我咧驶，我会当真放心驶我的车。时间到了，该保养，我把我的车送入去车场保养出来了后，我佫会当真放心油打落去，我拢唔惊会出代志。唔通讲无修理，是一个危险。真正去保养厂修理，伊逐项螺丝甲你颠倒过啊，甲你拖起起来，甲你倒倒无好势。然后你想讲，我已经入厂啊，保养了无问题啊，计出来吹一个出代志。我想真侪时阵，人生上惊的是，我以为你可以被我信任，结果。所以，退转来一步，咱家己的经验。即摆我已经六十岁啦，今年六十一大几啦。我培养家己伫即个信仰的灵田六十年，我会当成做一个华人当信任的无。啊，我六十五到我七十五，我会当哪来哪华人当信任的无？你嘛伫咧问家己即个问题。你嘛伫咧问这个问题，不容易的。人的境界，毋通亲像树啊。你知迄个树根，伫阮国华有真侪大丛树啊，但是逐摆若风台来，小我一个风，毋免亲像台湾这么大个风，一个风来，然后 steady park 呀，我都一挂大丛树，我都倒落去。因为遐真少有大风，真少有大风，迄、那个树仔的根拢差不多伫表面安尼咧走，所以风若一个较大，因为伊个根无深，真紧就倒落去。迄几啊百年的大樟树就倒落去，足无采。咱是希望一个囡仔的成长，一个人伊个成长，伊的根，因为人生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。人生，咱活伫一个真不如意的环境的中间，这毋是人爱，这嘛毋是上帝故意予你，是每一个人你的生活环境就是80%-90%不如你意。那安尼是，毋免阁埋怨这个环境，你干呐努力一下，予你人格，予你的人格亲像树根，一直往下扎根，迄、那个树根爱予伊顶的深。然后，迄个树根要看会开，有一挂爱对下骹深的，有一挂爱对远出去。因为真侪时阵，迄个树叶，其实树叶若发展到多，伊的树根嘛差不多是遐尼宽。啊，伊会当到伫各所在去吸收水分甲营养分。啊，真侪时阵人的年纪直直大，但是伊的人格无定根。伊苦叹真厉害，咱敢有可能培养，直直培养，
只有一个故事是十五世纪，将近六百年前，有一个德国的家庭，父母生十八个囝，父母生十八个囝，啊，这个老爸是伫矿场伫咧做矿工，安尼经济生活好啊歹，歹。真艰苦的矿工生十八个囝，真辛苦。但是伊这个十八个囝中间有两个人真有画图，真有艺术的气质。那四大人都无迄个钱通甲伊栽培，所以两个兄弟啊慢慢大汉到十几岁时，互相做一个约束。咱两个互相支持，家庭困难，咱两个互相支持，所以。咱摕一个迄个硬币起来，啊，然后两个人来摇，摕着红仔头的迄、那个来先去读册，无摕着红仔头的迄、那个，我来去矿场去做苦工，趁钱支持。然后四年后，咱换倒转来，结果迄、那个硬币一个摕着。老二，较细汉的迄、那个叫做阿伯，伊摕着迄个红仔头，伊另外一个哥哥摕着的唔是红仔头，所以哥哥就照样说：“好，我去做苦工，支持你去读艺术学院去学绘图。”然后你看到这个图，那是阿伯伊画图。用个这个正面是阿东下我，倒面是看到一个人祈祷。你看迄个脚，你看到伊个啥物状啥？跪咧祈祷，对无？这是画图。你若伫册房伫读书，在你有买到这个祷告的书，你知这个祷告的书背后就是这个阿伯伊画伊画。伊个画这是因为。四年后，伊已经伫学校内面、伫学院内面，伊成做一个真特别出的一个画家啦。那伊真认真、真拍拼，伊哩知影背后一个哥哥伫咧支持伊。啊，伊要紧学学咧，快速学学咧，只是面试伊拢真认真伫咧，对老师真认真伫咧学习，定来画出真优秀的图，到处比赛，真杰出。啊，四年到，伊倒转去，所以兄哥，迄年感觉家己的四大人，踮个兄弟姊妹，大家人感觉咧食饭，久久四年无看到，大家人欢喜，真感觉咧庆祝。食饭后，伊甲伊的哥哥讲，哥哥过来换你啦，我爱换我去工作，支持你。但是迄个哥哥伫遐手摕出来，甲伊讲：“小弟啊，你看我这双手，咱拄只感觉伫个啉红酒的时互相咧敬，我这个手已经感觉遮尼粗，感觉咧准，我已经无法度通继续咱四年前的约束。你今仔日你已经好不容易，你已经画出来啦。”已经有一个眉目啦，请你阁继续，然后阁继续用我的双手工作支持你，唔忘你真成功。迄年，无怕算伊要看以前，阿伯看到伊的兄哥 Francis。跪伫面上，就是这个手，就是一双脚，所以就快速伫后壁，甲哥哥祈祷的手，甲哥哥跪伫遐的脚跪起来，因为阿伯的兄哥。用伊家己的性命，伫咧对伊的小弟
见证一项事，我是一个守信用的人，我是一个讲话算话的人，我照咱的约束，我聊落去。当小弟要甲伊相骂的时，伊家讲我的手已经无法度通好好，真稳定画图，真稳定做雕刻。所以小弟啊，你更加认真，你继续打拼，我阁继续支持。你一个人会当完成咱两个人的梦，过了。由于在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咱需要一款，咱需要有人真正大心，咱来讲大心，甲咱相佮陪伴。信任感毋是人会当主动互你，会当伫清早开始信任你一摆，信任你两摆。若要固定信任你，就爱用你用你家己的性命去证明你是会当互人信任。我安尼讲，你要讲阿免无？所以，因为你我咱逐日，咱逐日都是用咱的生活，用咱的讲话，用咱的行做，要甲人证明讲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。等于甲你的囝讲，甲你的孙讲，你免烦恼，你找无头路，无论你爱啥，你都培养出一项就好，然后你伫迄个领域内面做到，互人会当信任。你就成功了。我咧讲，你敢要讲阿门？因为咱各行各业，咱的生活大项，咱拢需要一个互咱会当信任的。人生唔免大项拢爱，唔免大项拢有趣味，唔免一项。你先伫迄项，互家己专；伫迄项，互人欢喜，甲你拍互我，干那一项就好。然后出咧是，要怎办法来对遐发出来？你若连迄项拢也无找到，千万你唔通伫有其他，那么你的生命就失去了焦点。第几行来开始？一个让人会当信任的人，一个可靠的人，伊绝对有几种的特质。迄个特质是。我唔是要做予你看，我唔是要做予你看，因为我若直直要做予你看，我嘛会做予伊看。我若干那直直要讨人的喜悦，然后我爱予伊欢喜，予伊欢喜，予伊欢喜，然后若一个人对我无欢喜，就规工换我无欢喜。请问咱会当做到予每一个人欢喜啊无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请问我伫遮，无论我做牧师，我哩认真打拼，我会当做到予？所以我教会的人，大家人对我爸爸我有可能？不可能。所以那安尼，我做牧师，我牧师的主轴在倒？我的主轴是无论我创啥，我啥人欢喜，我上帝欢喜。因为我若会听上帝，我就会听你。我无一定逐项来做，让你欢喜。我无一定逐项所做的是你喜欢，但是我若会听上帝，我就会尽力做袂伤害你的代志。来，咱伫遮，咱也阁有真侪无共款的看法。但是我绝对会保护你，我绝对会听你，我会听你。但是我咱也阁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。这就是生活的现实。我若要做到逐项拢甲你共款，做到逐项拢互你欢喜，啊，你甲伊意见无共款，啊，我要安怎？我怎会死？所以，我不做牧师，我毋是要讨好人，我是要讨神的喜悦。然后在这个家，大家人用听，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包容，在这怎么搞的？咱最好上帝，大家人，所以你嘛免最好欢喜，唔免，你都最好上帝欢喜点。咱都，咱在这个家的菜，我们就包容，我们就尊重，然后咱都直直包容。所以我们在这个。在这个信仰里面，咱在咧讲信用；在这个信仰里面，咱在咧讲教育；在咧这个信仰里面，咱在咧讲要安怎对囝，要安怎对许多人。来，这个叫两段信念，咱到底发起来，好不好？用华语来打，这个，哎，无论做什么，你们都要专心一意，像是为主工作，不是为人工作。
你们侍奉的是主基督，不可去摆弄吗？无论做什么，你们都要专心尽力，像是为主工作，不是为人工作。你们侍奉的是主基督。来，麻烦你的心经加一倍。来，主的回来的时候，看见这无论这样忠于之手，这无论是多么有福啊！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所有的产业。但是唔忙，但是唔忙，因为主人当时的话来，咱唔知；主人当时的转来，咱唔知。咱的性命当时爱转去面对上帝，咱唔知。咱就干那知影讲，咱逐日忠于职守。忠于职守的人，都爱逐日做，那足无用，是唔是？但是，唔免。会记得，咱的上帝唔是一，咱的上帝唔是一个。折磨人的上帝，咱的上帝是爱咱踮伫幸福的伊甸园的内面。那安尼，咱逐日就是有代志做，认真做，重要的来做。剩咧，咱会当做偌济就做偌济，唔免过头变强。大家人用即款的态度来生活，咱的上帝爱咱拜一，就讲认真做，讲到。安休日该休困，你着休困。咱的上帝爱咱日时做工，日头落山，该休困你着休困。即摆问题，咱的上帝遐尼体贴人，遐尼有精神，咱家己拢直直无闲无闲，甲无眠无日，无闲甲连礼拜都无法度通休困。即位，即世间有人互人会当信任的，有人互人袂当信任。我即个只要看到哦，那互人袂信任的人。有几种，伊讲的较侪，做的较少。伊对人的承诺真多，死到出真多理由，出真多理由，就改变一寡想法。即袂当，互人袂当信任的相像，无法度完成人交托伊的任务甲伊的角色。互人较无法当信任的是情绪点点变化。所以，那按你来讲，要安怎让咱成做一个让人当信任的，这都要反向，唔通有这个现象，唔通有这款的经验在你的身上。哥林多前书保罗安尼讲，主人对管理所要求的就是什么？忠心、忠于职守。哎，教人不为，教人不然到底哪里的？哎，人有见识，就不轻易发怒。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意义。有见识的人，有内涵的人，袂快快生气，因为咱的上帝嘛袂快快生气。人的生气袂当成就上帝的旨意，所以唔通常常咧讲我这个是易怒 ，no， 不一定。你易怒是你家己咧讲，无度度。人家人若生气，结果伊个智商咧全部毁。啊，那会互人会当信任的，伊个人格特质、伊个生命规个特质，伊有寡综合性，伊个人格有够个成熟度，伊个看代志真有深度、有七心深度，伊个心胸较宽，伊个心胸较宽，伊做代志个能、做代志个能力，上面做代志有地位性。伊做代志有一寡概念，甲人会当阁常常会当互相帮助。了一个小姐头见了，可以。前面你敢敢随便甲你个头见了去恶意个嘴内面？我嘛，也毋是我。有迄个专家后来叫互伊手加断了，好无？我讲的是万一啦，我无爱。但是伫即个人甲人的中间，人甲人的中间，会记得信任甲被信任，这是互相。人要信任你，你会当互人信任无？上帝要信任你，你会当互上帝信任？上帝将一个一世人交托你，将一日交托你，你一日甲一世人的中间，你真正会当甲你的人生活较真好。
较好。人上惊是所托非人，即马问题是，你的人生，互相的上互相的会当信任吗？这，然后搁颠倒转来，你的人生，敢完全信靠上帝？你的人生若敢完全信靠上帝，安尼你唔通家己想过头操烦，你敢若逐日。方向若对，目标若对，然后你尽所该做，你做好就好啊。剩的交托上帝，因为你相信上帝。你把你的部分，人的生活两部分，一个是你的部分，一个是上帝的部分。你唔通扮演上帝，你唔通替上帝烦恼。我安尼讲，你要讲阿免无？你人敢若努力完成你家己的部分就好，剩的交上帝。惊是惊了。你的焦点错了，你的方向错了，你的态度错了。你只拿家弄丢，你敢完成你的部分，出来告上帝，因为我信靠上帝。第二，你的做代志的是厝内人的烦恼而已。你所做的代志，但甲厝内人无同款的意见，但到终局迄个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，对家庭是祝福的。你会当安尼啊？那安尼做你去做。最后，你的人生会当做那容神一人啊？你的一生几啊十年，你真正当所做的代志荣耀上帝，到最后爸啊，我将我一生所做拢做活活的做明显给你。然后到我到边这人，我若无害因，我搁每一个到我亲近的人，我拢伫因的面前带来福气，带来祝福。那安尼，你无论你做啥，你拢通做，凡事拢通做，搁凡事有利益。啊！伫美国个社会即摆怎啊？直袂当将宗教刻入来伫社会。但是美国个美金顶面遐有一句话，一句话是啥 ？In God we trust。美金遐，美国人个钱顶面印一句话讲：阮信靠上帝，阮即个国家信靠上帝，阮逐摆伫用每一张纸迄个钱个时。阮拢这个钱的过程，就是咧信靠上帝的过程。虽然因个建国的这个先人，大家有这款的信仰，是咧每面对上帝，对上帝有一份心志、忠诚。但是现代的美国社会就是唔通甲宗教去做来生活。那这个，你家己不管社会安怎样讲，你的心内有上帝啊无？你会当信靠上帝啊无？然后你会当是上帝所信靠的迄个人啊无？当心来记得。主上帝，我感谢在你的面前，我得到你的听，你已经信任我，大声信任我，就将一个人生交托我家己管理。你暂时离开到一日，你要倒转来问讲，我乎你的一世人，你有好好啊过啊无？我乎你的一世人，你有好好啊享受？无我付出你的工作的快乐也无，但我求求你，无我到死的时，拢当伫你的面前讲，爸啊，我多谢你，我过得真丰富，我过得真有意思，真多谢有此一生。那我用欢喜的心伫你的面前做这个感谢，头前的路，愿智慧的心、灵力的心，会当伫我的中间引出我每一个人的脚步，靠主耶稣的名。